大家好，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唱作俱佳。唱作俱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？它其实是，如果大家刚刚有听到我们的说明的话，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自由报名上台的，就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人，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示范，你只要在外面的板子上面填上你的名字，然后就可以上台唱歌，所以今天那个入场的大家都有机会，可以上台唱歌。那我是主持人，我叫志伟哥哥，然后我们就今天报名的人目前是还没有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就代表我们正式宣布那个铁花村进入淡季。然后大概第一首歌是陈世川的像我十五岁的生活。十五岁的生活，
让氛围轻松，这样的午后像我15岁的生活，这样的午后像我15岁的生活。